本场比赛是抢三规则啊，河池这一战的是广东阳光，阳光来自广东，河池来自广西啊，来自广西。胜者组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胜者组比赛，如果说是输的话还有一条命的机会啊，去败者组。我吃了一个下 A 解决猴子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个送死的行为啊，一个下去想点亮了他一个脑门上，他了一个奔儿，来看看这样对局，对方的手里打响 King 来了，老二又跟他展开第一个 B 的四字诀，想穿波慢了一些，对方这里给何池打个套路啊，连回脚好抬头叫援助，对方的援助攻不着，援助往前抖的距离到了极限了，何时先给对方援助踹一脚，但随着机身压制，老二这里不想给对方机会，对方也开机身机身护刚吧，东丈出手援助也不行，现在何时，哎呦我去，光盯着对面投了，哎对于何时队的阳光，八神继续再战苦拉，抢三规则啊，抢三规则晕点，两套葵花莲是必晕的，打库拉这种防御力相对能弱一点的角色，两套葵花莲就晕，欢迎崭新一年，我靠阳光这家伙感觉是不是没有防守的，甚至要用一挑三来告诉阳光，要何池直接爆了红气了，意味着要给阳光来个狠的科技啊，腹背受敌，什么叫腹背受敌啊，红气就白爆了吗，郁闷了，这里一个 EO 居然打到了对方，追加一个跳低，一挑三还有可能，下地偷一下，果然对方要四个援助，先叫援助掩护自己，那现在阳光又是个连物角建筑，配合援助打飞了八十人，那还有两管血流阳光，老二用超长传播，但是阳光见势不妙，第一时间叫人了，哎，援助给他解围了，不然的话又要中八字女，好的，那现在比赛来对何池队的阳光加油，今天晚上的冠军是谁，朋友们你们猜，那现在继续来看一下，何池已经打到一挑三有利局面，阳光你老老实实的去吧，阳光中了八岁脸，前冲叫援助，再搂谢峰搂住下飞，再接一个八岁脸，双重八岁脸打完之后，你看阳光血量还多少，已经被何池把血量给他翻回来了，但是阳光还是有机会的，我觉得他还有三十秒时间，还有这么久，阳光想反波慢了一点，打影跳过去，何池下低没投到，被阳光前一批抓一个踢头，又中一个下中脚，现在阳光只剩下一个大将，猴子手底，
Shit!